李国祥、白建恩妈必冧老友记。日前，李国祥同白建恩齐齐出席长者慈善活动，二人为活动担任爱心大使，即场派发礼物包俾长者啊！之后佢哋更加献唱搞气氛，冧到一班长者鬼咁开心啊！遇上再分开，捉不紧。许多心思念，原来世界怎么？